安全的还放炮，显然是不安全的。不是，我说，可是也没想到会听那个。红中，怎么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讲，我也过了。恭喜发财。干脆你把它盖起来了，这样好。因为没有到睡觉时间，应该还好。奇怪，为什么每个动物宠物都喜欢这样摸头哈？宝宝也是啊，弟弟也是啊。代表疼爱他的感觉吧，那种那个 feel， 那个 feeling。白净。是甜的，应该空起来才对。没有。这可不好玩的。我操！好的，舍不得打的。知道吗？我操！不太舍得打。再摸七碗，现在爸爸流血。我们防听。把它盖起来好了，又进来。中洞，中洞，人情中洞，庄家里的意思。摸到了，对不对？我摸六碗起来进牌了，我本来是要转顶，知道吗？那刚好他打五顶，哦，刚好又摸起来进牌。回来了。他走不动，他走不动，他就这样骂，那是我抱他走三步，我公阿妈再走五步的话，可能就完蛋了，他就下来。后来放音乐给他听，走回来，走太远了、啊。我妈一直走到北极店，再绕一大圈到图书馆，然后再绕，再从那边一直绕完。不然他要叫我抱他、啊。哎、欸，他是解锁。知道，咱。哎，你抱他，他拿一大掉下去。来。这个当当，喂，这个当当，这个当当。来。喂，你看这个当当了。几个是这样？
谢谢了，你鞋垫没有脱掉，那个牙那个牙线没掉到那边。是我，我。等一下，先脱鞋鞋。你走得很累，对不对？累了哈。等一下，阿周起来。嗯。等等，电视快演了嘞，啊没有，现在是七点。阿妈跟他说，他竟然走这么累嘞。走太远。怎么了？九条缝，我走到北极店又不敢让他靠近那个庙，他想这里行不可以？哦，不可以进庙。那边超多车。哎呀，弄北极店那边都停车。有表演的团体吗？好像有。停车场了。我现在有表演的团体吗？没有啊，都变成停车场了，就是都全部收了，连臭豆腐什么都收了。臭豆腐今天本来就没出来。哦，是啊。啊，那边都没有半个做生意的啊。哦、啊，唱歌的也全收了。没有啊，他就变成很多车都。排排那今天就没有人那个表演团体了，就没有表演逼我嘞。第一支。收错方向了，二万。应该往你那边收吧。不是我要弄茶。不是他会拿。哦。先不要。小爱爸爸去哪里逛街？那很得意呢，进来是他逼的。坐电梯也是他逼的，我不要出去了。没有要出去啊、哦。因为他想要逼那个电梯。对啊。有那个声音他才知道。吓死人了，还动那么大是怎样？来。小宝宝过来。来进来，来。我们来这边玩去。好的。对呀，宝宝宝宝。就知道了。没搞给他擦擦的，要感冒。嗯，为什么都摸不到呢？第二把带到，妈妈已经差不多进去睡半个小时了，啊、然后可以带那个谁进去，我们有叫他起床，你叫他做起床，几点啊？奶奶为什么要关门？奶奶关门，嗯，那个没办法开门，他拿了一把钥匙开门。我这时候还来这一只啊？那我连装不拼也不行啊。行，无吗？是安怎都无嘞？我都在后面。我自己很白。胡啦！我自己很白，脏。脏了。我在考虑要不要吃的。结果呢？根本还没有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我早吃。竟然让我摸到枪牌！吃香蕉哦。关起来了，你为什么要把门都关了？你用把手打多一点，多一点。
香蕉，海贝，阿妈拿。阿爸比。阿爸比。阿爸比。就是在吃火锅耶。阿爸比。阿妈弄，阿妈弄。哦，你早吃哦，早吃，等一下阿妈香，你要吃早吃吗？早吃那边不是有吗？哎，还在吃，哇，香蕉太熟了啦，全部断了。要给他吃香蕉吗？你要吃香蕉？还是你用枣子给他吃就好了，给他切小块。我要一直搬那边，来，香蕉给他做吃。走，你拿去吃枣子，来客厅，有现成的，来，举来举来。他的饼干还有吗？有，我给他吃枣子。你还没起来？我给他吃，起床，起床吧，坐。你这个是应该睡觉。真没人要。走，我们去吃早餐。就是出来。来，好吃。没事没事，别紧张。你就坐着，坐在那边。我。你坐着，继续坐着，好吗？我这个嘛是袂使。